那不周雨嫣吗？得罪了霍家，他居然敢回来。人至贱无敌的道理你不知道吗？他竟然敢带着私生子，还有什么他不敢做的？说别人坏话是会出牙的。周雨嫣，今天是瑶瑶和明成订婚大喜之日，你来这儿干嘛？我妹妹和我前男友的订婚宴，我当然要送上一份大礼了。那就谢谢姐姐了。只不过呢，今天来的都是和霍家交好的世家大族，姐姐未婚先孕也就罢了，还带来了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野种，这样怕是要丢咱家的脸吧。丢脸？确实丢脸，两个大人合起伙来欺负一个小朋友，岂止是丢脸，简直是不要脸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姐姐你要是再胡言乱语，我可是要让保安把你丢出去了。不知道没关系，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吗？